起啊，我最近真的很忙，根本没有时间回来，所以我买了个机器人送给你啊。你不需要陪你的主人吗？你手中的那张照片是你的主人吗？不，这是主人的儿子。机器人的任务是要照顾你的主人，你找到他儿子干嘛？因为主人想念他的儿子。件几嘢攞咗去 service 未啊？喂，而家8:25都过咗咯喎，你喂未讲晒？就因为你的主人想念他的儿子，你就要去找他哦。你的主人有你真幸福。如果可以，我也要当一个机器人，没有情感，没有烦恼，多好。我想请问，如何当一个人类？当一个人很累的，你自己也说了啊，人累啊。人类的情感是如何的？我尝试学习人类的行为活动，例如吃人类的食物，学人类的举止，看人类的电视节目，甚至还打扮成主人的儿子。让你最快掌握关键信息。Thank you.
或许我永远是一个机器人，缺少了一个人性。其实你已经有性了啊，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。当你开始希望你的主人开心而为他付出的那一刻起，其实你已经有性了。